它的地通常凸起来不会很大哦，出现很多次，它不会刻意把那个凸部写大，但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，像这里就刻意写大。这已经看不清楚了，点还是做出笔端一点的效果。这种看不到字啊，只能自己凭想象。书，书意就意也出现好多次，上面这个田都写得非常的大哦。书意。天，阿成，江，天，天，那天，拉长，江，山，山，这样不清楚的写了太多次，照之前再写一次。会看不出来的，反正看不出来的，就照经验法则去写。这饼它写的比较高，弯进来，弹上去。饼，零，零零零，天零零，地零零。好，这不要写太长，下面很多笔画，这个点可以写的比较平一点，把下面的空间让出来。那原则上下面这口可以几乎快碰到一起啊，不要粘死，但是也不能分太开，分太开你会发现你挤不进去。所以像这种笔画多的时候会互相稍微有点碰触到一点点，这是正常的。零。则，则看不出来啦，看不出来就自己写。哦，左连右不连，左连右不连。这支撑的撇送到底，点不能太弱。好，注意间隔距离，拉长写进来，勾上去。合，打开，张开，让它看起来宽阔。再张开。写个人，他这个写法跟唐朝人也都不同啊。有，只要这种字啊，都不会放过。大好的表现良机啊，写得又大又饱满。船，笔画又很多了，开始要注意一下啊，可能拉宽一点。但是，横画间隙要拉细一点啊，这应该是一个木了，这里才一横，然后撇配上一个燕尾的捺，然后加上一个密，密要写紧紧一点，免得挤不进去。心也没有，小也没写得很大，往外张笔断一点。意，这个意也是超能写的，超能写在它旁边的那个组合起来的字本来就很难写，但它旁边这一呀还算好写，只要不伸到右边就好了。但它旁边这里有点啦、啊，有挑啊，有欠了、啊，又有稳定，又有不稳定，那不能写太开。然后下面有个心，心本身又不算一个好写的，
好写的那种偏旁啊，不好写，点带起来点。留留留，好，撇，注意间隔距离，中流砥柱，转弯，光，调，点，撇，平的，这个更平，撇。然后这个可以表现一下，后面看不出来，破掉了，照表现。